好，我是 Starfish， 今天呢要带上大家一起去陪我试婚纱，哦，有点小兴奋哎。我们都在新加坡生活，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家在 JB 的婚纱公司。今天选的婚纱呢是要用来拍摄婚纱照的，那么我会带上我的 S 先生，然后还有我的好朋友 Bubble Tea， Hello， 然后我要带上他们呢，带上他我才能够比较安心的去选婚纱，不然我的选择困难症应该会大爆发。又在拖拖的好，那就一起出发吧， Let's go。 从早上10:30到现在4:30，对，6个小时终于选完了。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婚纱店里面做拍摄，一件件试的那个过程不能够给大家看，就比较可惜一点。那么一开始我们进去婚纱店，我们就到3楼去挑选婚纱。那么里面呢，我们挑选了大概有12件，对，12件的婚纱。然后选完呢，我们就开始一件一件的去换这个婚纱。然后我选完，我试完了之后呢，就到轮到 S 先生去挑选他的西装，然后开始试他的西装。之后呢，又轮到我第二轮的挑选。这个第二轮挑选呢，主要是选比较高级系列、黄金量系列的婚纱，这样设计比较多样，就比较漂亮、比较豪华的那种婚纱。试完了全部过程了之后，就开始挑选我们要拍摄的，决定要用哪一件婚纱去做拍摄用途的，这个就会比较纠结，有纠结了一段时间。那么终于选出了我4件的婚纱跟 A 先生的3件西装去做搭配的，一件是缎面的鱼尾，我就非常喜欢那一件，因为我觉得缎面婚纱是非常有质感的。然后第二件是一个白色 A line 的主婚纱，就是比较轻柔的啦，没有到非常的夸张型的那一种，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件，对对，就真的在挑选的时候就一眼看中了它。然
后第三件呢是一个黑色的，真的很特别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穿一件黑色的婚纱，因为在结婚当天班单那方面是不能够用的，那么我就想要在拍婚纱照的时候去穿的。然后第四件呢是一个仙气的，对，仙气的紫色的轻婚纱。那么 S 先生方面呢，他是选择了一件蓝色的西装，一件酒红色的跟一件粉色的西装去做搭配的，过程呢就是这么的漫长6个小时，好吧。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月4月份的时候呢拍摄我们的婚纱照，不是我们两个，是他跟 S 先生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不是我跟他，不是。但是今天要非常谢谢 Bubble Tea 来帮我挑选婚纱，真的太感谢了，这时间真的是好姐妹。好，那么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之后拍摄出来的婚纱照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